马天宇，这是我的弟弟马天乐，我们现在要去训练了。对，全球往前传，加速，加速，传就加速，马天。我们家本来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但是没想到一胎就生了两个臭小子。这两个双胞胎兄弟，他们爱好小跑，从小就喜欢玩篮球。我们也是为了让孩子有健康的体魄，有乐观的心态，在三年级的时候就给他们报了篮球兴趣班，到现在上初一，参加了很多比赛。每天早上，他妈妈都会给他们做营养餐，保证他们的营养摄入。马天乐，吃饭啦！我呢，早上会陪孩子晨跑锻炼，然后再送他们上学。预备，好。孩子现在在初中，平时休息的时候，他妈妈也会陪他们玩，教他们跳舞。我喜欢那种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感觉，因为每当和队友配合好赢得了比赛，我就特别开心。